我们继续开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著作权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商标法》第98条及第11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徐国勇等17人、委员苏正清等17人分别拟具《商标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人员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及《光碟管理条例》第15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渔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森林法》第51条及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水土保持法》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讨论事项宣读完毕。谢谢。那今天的讨论事项，刚听到各位听到了，有总共有四项，我们一起进行询答，而且一起报告，然后等一下在报告完之后再开始进行询答哈。我们首先请经济部杨市长来做报告，时间三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代表经济部到大院就行政院函请审议本部智慧财产局著作权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商标法第98条及第110条修正条文草案、光碟管理条例第15条及第17条修正条文修正草案，与徐委员国勇等17人，与苏委员郑清等17人，商标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及矿务局矿业法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能源局能源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提出报告。本人有机会就修正重点向各委员会提出说明，自感荣幸。首先报告著作权法第98条条文的修正草案部分。那修正缘由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刑法没收专章的规定呢，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之后，我们按照刑法第10条之3第2项的规定，105年7月1号前施行的其他法律关于没收、追征、追缴、抵偿的规定不再适用，所以特别法刑法中呢有关于没收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规定呢，在7月1号之后不再适用。如果各特别刑法对于没收有特别规定者，应即提出修正，必律适用。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修正案。那这个部分的修正的重点呢，对于因为目前著作权法第98条的但书规定所犯的侵权光碟罪的没收其盗版光碟及制造机具，如回归适用刑法没收的新制，在其不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时，执法机关必须提出其系无正当理由提供，或者是取得之证明或是证据，使得向法院申请没收，恐怕会造成举证困难，而让盗版光碟及机具再度回流市面，对于著作财产权造成二度的伤害。所以针对光碟公诉罪的没收之物，在本修正草案中特别规定由法院得依职权没收，以加强做著作权的保护，排除刑法之适用。那对于第二个修正的部分，是商标法第98条之一及第111条的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那修正的缘由跟刚才的报告是一样的。那这次的修正重点呢，是因为目前商标侵权物品如果回归刑法没收的规定，那执法机关需举证、需证明系无正当理由或者提供取得者，使得申请法院没收，或者是因原审法无法证明系被告所有，无法执行没收，使仿冒品可能再度回流市面，这个情况是跟上一条是一样，那持续侵害商标权人的权益。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对商标侵权物品或者是文书，在本条文修正草案回归现行商标义务没收，以加强商标权的保护，排除刑法之适用。那在第三部分徐委员的提案以及苏正清委员的提案的修正重点呢，本部都没有意见。那对于光碟管理条例第15条、17条的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以及对于矿业法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对于能源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呢，都是按照目前刑法的规定呢，把原有的各该法令
刚才提到这几个法令里面的相关规定呢，都把它删除掉，就是按照刑法的规定来办理。啊，以上简要报告，进行指教，谢谢。好，谢谢杨市长。接下来请陈副主委来做简要的报告，时间三分钟。主席、王召集委员，还有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那非常感谢我们大院经济委员会安排今天的这个审查会议。那诚如刚刚我们经济部的杨次长所说的，这个就是因为今年七月一号我们所实行的一个新法有关没收的规定，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规定，那农委会有关的水土保持法第32条、森林法第51条跟第52条，还有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4条。以及农渔卫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那我们也同并 提到今天的这个会议。那我们希望针对这些的相关的我们本会的条文，那我们配合刑法的这个没收相关的规定一并来做修正。那我们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效果。那再请各位委员指正，谢谢。好，谢谢陈副主委。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农委会已经报告了。对对对，对不起。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哈。那委员询答前，原例做以下几点宣告：第一，每委员发言时间，本会委员8+2，非本会委员4+2。第二，4+2分钟哈。那上午10点截止发言登记，如果临时提案，上午11点左右进行处理。那首先哈，开始。我们进行询答，请蔡委员。请黄伟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杨次长、陈副主委以及各位长官，请副主委。陈副主委、杨次长。没有副主委。哎，杨副主委。副主委，请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先前两天这个总统也提示了，在一个会议中也提示了，对于菜价的问题，农委会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那个会你有没有去？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农委会重大施政，包括最近的菜价。我们都有跟院长报告，我们也同步让总统知道，所以礼拜一的会我没去，但是我们所有的资讯都有。面对总统的裁示，以及对其实总统的裁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民众，还有各界，对于菜价，持久居高不下，影响到民生，影响到民众的观感，而且影响到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你总统说你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啊，你们的回应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是，对不对？我们的确是要检讨啊，检讨，而且跟委员说明，我自己念农业经济，我这个是我的专长，是农粮署是我督导的，所以理论上绝对是我要负全责，所以先跟委员做说明。第二个，这个菜价里面为什么会持续高涨？我们跟院长跟总统的报告里面就两大因素，一个当然是气候的因素，因为这次是连续3次的台风跟2个礼拜的豪雨，再加上寒海，我们本来有所谓的根茎类的红萝卜跟马铃薯的这些滚动滚长，因为寒海有我们先释出了，导致我们这次的台风我们来不及再补进来，所以我们不会归咎所谓的全部都是气候因素所造成的，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制度面的检讨。我们制度面检讨里面，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所谓的因应物价的一个措施，包括台风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研判会影响多少，我们需要准备多少的库存的这个数量，我们的冷冻冷藏的每天1800公吨的库存量，其实也没办法完全的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还有所谓的是不是要启动专案进口，这个都可以讨论，甚至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所谓的平价区，也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通路商，甚至要跟所有的所谓的五大通路商一起合作。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一些会里面，农委会我们绝对会做一个深切的检讨，而且我们会依照总统跟院长的要求，尽快把检讨报告完成，避免下次
类似的情势在发生。你，我记得你面对媒体说不应该有下次了，对不对？你面对媒体的时候说不应该有下次了。对，同意。哦、如果是下次，好，不应该有下次，表示你有所准备了，表示你知道，就你自己当然刚刚很负责任讲说你愿意扛起所有的政治责任，政务官扛起政治责任是这个应该的，天经地义的。但是中间有没有人为的疏失，在一般的事务官，或甚至于有人跟所谓的菜虫，有人跟所谓的中间通路商，有人跟所谓的进口商来做这个勾结，有没有？所以跟委员报告，这是外界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对啊，对，台湾不是第一次有风灾，台湾也不是第一次有这个库藏需要释出，台湾也不是第一次有连续的风灾，过去的寒害也是一样。是，寒害是年初啊，风灾是年中，年中间的中啊，而且是靠近下半年了、啊。风灾是八月以后了、啊，从一月的年寒害到七八九月间的风灾，连续的风灾啊，中间隔了七八个月，你就不能进口来充实库藏吗？就算是520才就职，因为520之前是别人执政，没有办法。第一个事务官也是都同一批人了、啊，第二个事务官本来就是说本来这个体系在运作，本来就应该哦库存不足了就应该预警啊，不是吗？第二个，这个可能这个台风快来了，就是说可以进口叶菜，可以进口根茎类，可以进口怎么样的这个部分，你们本来就要预作因应了，不是吗？是，同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检讨的重点。好了，我们不会让下次再类似的情势发生。好。好了，现在变成菜金，可是你们现在开始预警，因为大家又开始抢种，是哦，马上可能，我请问你，以高丽菜为例，这个播种跟收成的时间大概几个月？大概两个月上下，两个月上下，看是平地还是高山。所以两个月以后，哈、哦，两个多月以后，也就是第一个，现在11月了嘛，对，两个月以后可能12月底1月的时候，又要变成菜土了。加上冬天的这个情形啊，冬天本来 很多蔬菜的供应量、哦、因为火锅、哦、或因为大家这个吃火锅，因为应该或其他的饮食习惯，国人饮食习惯，你们对于冬天的菜价有没有怎么样的因应？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醒，所以我们现在一面在因应我们所谓的稳定的物价菜价的这个工作，我们同步现在已经在开始预防。就委员刚所提到的12月底，以高丽菜来讲，我们很担心会产销失调，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资讯，种高丽菜的面积已经超过286公顷，正常的高丽菜所谓的平稳的价格应该是在180公顷，所以超过100公顷的这个高丽菜的时候，绝对会造成我们在12月底可能高丽菜的价格就会大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预防所谓的产销失调，所以我们思考包括怎么把这样的，像昨天。我们在跟某一个国家讨论，我们直接可不可以把高丽菜直接输出到这个国家？那我们已经在做所谓的产销的因应，但跟委员报告，农委会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要么就在天灾勘灾，然后甚至所谓的因应物价，另外一个又要因应产销失调，反而没有让农业部门更往前进、嗯。所以我觉得最根本解决之道是要让农民有一个所得安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先确保农民所得之后。我们才有更有力道可以让农业提升，比如说去做好安全，或者的话，台湾农业永远就会陷入在天气好也不行，会产销失调；天气不好也不行，会造成农民所得的减少。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跟委员报告，我们希望的是把农业保险的专法下个会期提到我们的大院，我们希望可以顺利的把农业保险来执行。我们有所谓的，不对，你自己学农经的啦，是农业保险也不是万灵丹啊。我同意，但是至少就农民的角度是一个确保他的一个所得稳定的方式之一，不是万灵丹同意。那对了，但是我讲 我知道以农委会之力也没有办法作为这个单一的市场调控机制嘛，但是所以说市场应该有一些专业的人，好、哦，这专业人不是伸黑手去赚农民的剥削农民，这个专业的人应该伸白手去帮助消费者跟农民。那这个专业的人其实当然在自由经济里面是不应该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偏偏在农业经济，尤其台湾这样一个小的小规模的市场里面，可能这个手必须被看得见。那这个被看得见的手，过去就因为像譬如说 举个例子，
台北农产运销，或者说各地的许多农产运销市场，中间就有一些看得见的手，然后很张扬的 在做一些价格调，不是调控哦，好，调控是正面的名词，价格操纵。那价格操纵其实坦白讲都是反向的，都是对消费者不利，对农民也没有获其利的这种操纵。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台北市政府说要求台北市农产公司来召开董事会，你要摆明了不开，那你农委会跟台北市政府你怎么样去配合，或怎么样去让政府，因为政府不是想要剥削农民嘛，但事实上农民现在在现阶段，你可以看到农民的收益有增加吗？因为风灾没有啊。那这个消费者有没有得利啊？有吗？没有啊，因为消费者付出更多的代价啊。那这样子一个看得见的手，官方却束手无策，你们怎么办？完全同意委员的想法，就是我们不止在生产端，其实农产品农民收益长期偏低，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行销通路端出了问题。那这个部分里面有些是制度面可以做改革的，以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为例，它就是一个全台湾的农产品的价格最重要指标。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其他的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可以这么好，让农民收益增加，我们却长期偏低。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果菜的一个批发市场里面，它有没有达到所谓的正常的运作。我讲的正常运作，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们在推各种标章制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标章制度没办法在批发市场里面来拍卖？我们的拍卖的农产品的时候，有没有依照品质好、拍卖价格好、品质差？所以这一些我们绝对会配合台北市政府。我同意你，你这个是中长期的做法。你也是个农经博士，不是吗？是。李登辉先生也是个农经博士，不是吗？李登辉先生所拥有的这个威权、这个权势，一定是远高于你嘛。但是问题是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消费者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你刚刚讲的描述的，像其他国家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在台湾发生嘛？没有嘛？那我们只问你短期的事情，接下来你跟台北市政府要怎么做？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有效的政策、有效的做法，甚至有效的操作方法，来跟这个所谓的被认为说这个现阶段好像变成自走炮了，不理官方，而且事实上对于价格的这个评议没有发挥功能的农产运销公司的一个董事会跟委员报告，有没有办法了？有。有没有把握？有。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就是非常的密切合作，因为台北市政府是站在消费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我们是站在保护农民的权益。那我们农委会是中央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是农产运销公司地方主管机关，我们已经有共同有公权力在手，有董监事在手，有土地在手，有建筑物在手，是有法规在手，我就绝对玩输人家。保证半年内绝对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董事的这样的一个组成，甚至整个农产运销公司的相关的一个未来的营运，绝对希望能够真正保护到农民跟消费者，好不好？是，好，谢谢，好，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谢谢刚刚蔡委员代替主持，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谢主委各位委员，我们请农委会的副主委是吧？请陈副。副主委，你是新上任的哈？所以对整个农业的相关政策有很多的熟悉吗？还是不怎么熟悉？跟委员报告，我本身就是念农业经济，就刚我们王昭伟所提，我是农业经济博士。我本身以前大学研究所都念农业经济。那我如果我们家自己也是农家出身，原住民的相关政策你熟悉吗？跟委员报告，原住民的政策我需要再学习，因为里面我知道有牵涉到森林。你有处长还是谁可以协助你吗？我们有那个林务局副局长，我们也有我们的水土保持局的李局长。水保跟林务一起上来，因为可能副主任需要你们。好，所以因为时间不多，我很快的就要开始进行今天的询问了哈。我先告诉你一个背景哈，现在原住民的这个保留地啊，全国大概有26万公顷，其中建地啊1737公顷，这个比例非常的低，大概只有0.65%。农业用地呢76,000，
林业用地有17万，所以你看几乎啊六七成的土地都是林业用地的，林业用地。好，这是一个背景告诉你啊。那么我们在105年的5月25号公告了一个农业用地变更回馈金拨缴以及分配利用办法，当中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说，不排除是用原住民保留地，不排除是用原住民保留地，大部分的土地都是林地，要不就农地。但是我们现在在 提高这个回拨金的时候，回馈金的时候，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啊，它等同一般的农地，但是我们现在明明知道它的限值远远不如现在的农地了，哦，人家去贷款呢，啊，这个一甲农地也许可以贷个1000万，原住民贷5万呢，啊，哦，但是当谈到回馈金的时候却不排除，这非常不公平的事情。那个水保还是这个法应该是谁来管理的？农业用地。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林务局养护局长来回答？但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这个回馈金的议题，我们跟原民会的副主委讨论过好几次，我们尝试要帮。你们都骗他们了，啊？不是骗他们，我觉得跟委员说明，我们政府这边真的是跨部会都会密切合作，我们不会说把这个问题丢给原民会。那这个有关的这个副主委，最起码你明知这个不公平嘛，所以你们应该就是直接排除适用，那就 OK 就没事了。你们却不排除，哎，欸，这个陷原住民于不义，哎，欸。委员，我可不可以请我们林务局养护局长，包括山坡啊，包括山坡地开发利用回馈金缴交办法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不排除原住民保留地，你怎么？我刚才把背景告诉你，只有原住民所有的土地只有 0.65 属于建地，啊，我们现在要让土地合理化利用，我跟内政部谈了多久，谈了1-2年，终于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让它合理化利用，它可以把农地变成建地，结果呢碰到了这个高额的回馈金的事。所以我现在是告诉你们了，你们根本就不可以让原住民的保留地陷入你们现在这个调高的这个回馈金等等。跟委员报告，我们上次跟原民会我们的副主委那一边跟我们农委会讨论的结果，我们绝对是站在原住民的角度，所以我们当初有思考怎么解决这个回馈金，所以我们有类似用基金的方式来协助他们缴交这样的一个回馈金。所以用基金秘书，用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去补吗？我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杨副局长这边来说？因何您骗呐？跟委员报告，就是委员刚刚提出了2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山坡地的回馈金的这一部分。对，诚如刚刚我们副主委跟您报告的，就是当时原住民有一个基金嘛，哈，那我们是说，因为我们面对的所谓的山坡地的回馈金是针对他山坡地，因为他有建筑行为而对土地有做扰动的现象，会影响到水土保持跟一些的土壤流失的问题，所以这一笔的基金其实可以收到原住民的那个基金里面去做处理，我们就不收了。我们当时是这样讲。各位报告，这是一种方式。我拿了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的收支保管运用办法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可以让你们挪用这个钱呐，啊。不是挪用，就是说收了这笔的钱，缴到你们的基金里面，变成你们的基金增加。不要缴到我们的基金， okay， 是你的基金要进入我们的基金吗？哎，欸，对，就是直接交到你们基金，不是我们的基金到你们基金，直接到你们的基金。这个办法在哪里？这个办法在哪里？你不能用讲的，到时候钱都进入你们的基金里面。没，我直接进入你们的基金，不要到我们的基金来。讨论过了，是，但是办法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写啊。所以当时，对不对？我们副主委有刚刚跟您报告，就是原民会的副主委，那个好像是。汪副主委到农委会来谈，我们的建议是说不要到我们的基金，直接，因为它是对土地有扰动嘛，对，会对于有水土保持啊、土壤流失的问题啊，那个向乡亲收的基金，收的钱直接到你们的发展基金里面去。OK， 对，这个是很确定的事哦。上次就我们有文件给我，两个部会有协调过，好好，所以委员只要这个你随时协调会议记录，副主委，农委会协调会议记录给我，不能用讲的。好。啊好，没问题。好。第二还是林务局的事。我最近有机会回乡啊，
我不晓得主委副主委你有没有注意到台东连续遭受四个台风，台风之后啊，好多的部落那个林务局的土地啊全面的崩落，甚至有一些部落都被覆盖，像我们最有名的红叶部落30户全部被冲毁哦，那个房子里面的全部塞满了这个土石流。所以我现在啊要求你们，已经有两个部落，不止这个，有一个叫在大武的爱国埔的部落也是一样。是。后来我跟那个水保分局讨论以后，他们说，从高空的这个影像来看呢、啊，这个迟早要完全崩落的，迟早，而且50年前就曾经崩落过一次。所以我们既然有那很好的一个数据跟背景，我要求你们全面呢、啊，要检测所有在山区的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安全。是，谢谢委员的建议，非常同意。跟委员报告，我对红叶村部落有很深厚感情，很深厚感情，因为我小朋友去那边比赛过好几次的棒球，所以在这一个七月的这一个尼伯特，以及到后续的这个梅基台风里面，我们的水保局李局长第一时间都跟我们有报告，这两个部落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有先安置，我们先确保整个部落的安全。那您所建议的后续的整个可能，比如说大面性的这一个所谓的崩塌的这个水土的这个监测的工作，我们水保局当然会去进行。那有关的这一个所谓的那个水土保持是我们的责任，那有关水土保持的任何的工程，我们水保局跟农委会也绝对会全力协助。但有关住宅跟建筑的部分，那个可能是内政部，那我觉得可能各部会可以一起来共同合作，确保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整个居住的安全。OK， 但是因为现在土地是你们在管理啊，是林务局的土地啊，所以我就认为你们应该是要最先跳出来检测所有的原住民的部落他的居住的安全。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没错，林地跟山坡地是农委会在管，对，但是整个部落里面那牵扯部会可能还包括住宅、内政部、营建署，所以我们很乐意跨部会来共同合作，怎么用怎么样的一个从之前的事前的监控盘点，到事后任何可能的灾害来临之前的一个所谓的措施，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完整的盘点。对，我的意思说你们主政嘛，这个能不能你们主政？因为是你们的地啊，对不对？你们管理的地不是你们的地了，你们管理的土地了。你们再召一个跨部会的一个会议，按理说呗。好，好不好？好，委员，我们会针对整个原住民的这个可能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对后续可能的这一些的，包括土石的崩塌，那包括他的这个居住的安全，那我们会跟行政院这边报告，我们希望有政委出来可以号召相关的部会来一起共同开会研究。尤其啊，就我跟你讲，我很高兴那个台东的分局告诉我说，从航照图往下一看啊，就很清楚曾经崩落，因为那个痕迹处处嘛啊，不论是我讲的红叶、爱国埔都一样。哎，再有一个大雨，再有个大水来，那个迟早要崩落的，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一定要防范于未然，所以政府必须要做到这个检测，全面检测的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廖委员。接下来请蔡培委员。谢谢主席。那今天我有一些质询的问题，然后所以要请这个陈副主委。好，请陈副。我今天有三个问题想要跟您讨论，一个是菜霸、蚁害跟孔雀园。我最近不想讲菜虫，因为我觉得事实上有一些商贩他赚个2-3万并不算菜虫，可是事实上赚了2-3千万的这些人在哪里，我觉得是我们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那我先来讲我们简单的问题，就是蚁害。2个礼拜前吧，我跟这个环保署
还有防检局的人到南投的山村鱼池还有这个吉吉去看蚁害，这个只是他已经做防治的，但是呢他即便是有这个诱饵，但是仍然充满了蚂蚁。可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只是小 case， 因为台风过后了，蚂蚁也被吹散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就是你一个几个范例掉到地上，你地上是整个黑黑的一片，全部是蚂蚁的寄居，这就是琉璃蚁这样子。然后不管是你们环保署的人，或者是防检局的人，他们都说到现场看，跟远远的在台北看这些画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大概昨天吧，还是前天，我也召集了环保署林务局跟这个防检局的人来开一个协调会，就是我们该怎么做。因为事实上这个蚁害有可能是在田园，有可能是在山林，有可能是在居家的外围形成了蚁窝，但是它会蔓延到家户去。可是这件事情呢，防检局的黄局长告诉我说，这件事情不应该防检局做，应该环保署做，应该其他的部会一起做。所以呢，我也就按照他的建议跟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来询问，但是政务委员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应该要跨部会没有错，可是可以按照过去红火蚁的经验，农委会要扛起责任。请问陈副主委您的看法？我知道委员这个议题在您的那个 Facebook 已经有把问题呈现出来。那如果这个我们回去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蚁害，跟所谓的我们之前的类似的火蚂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当然就是我们环检局要来负责。但是如果它发生的地点是在居家里面的话，它发生的地点你看到害怕，当然是你跟我，我们人会害怕啊。但是它发生的地点，蚁窝会在你家的餐桌上吗？蚁窝当然是在田园、在山村、在竹林啊、在香蕉园、在龙眼林啊。而且事实上，它不是只会爬到家里哦，它事实上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所有果树的枝叶，它都会去侵害哦。那一天我一走进龙眼林，不到30秒的时间，我整个头发上都充满了蚂蚁哎。对，只要发生在田园，当然就是全部都是农委会这边要来负责。好，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认为必须要做检蚁周。方法非常的简单，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如果不管是用诱饵、用生物防治，应该要全面的去阻断它的生长，然后才能够全面的去防、去检疫啦。所以也要跟这件事情，你们要扛起责任来，你要去针对跨部会，田园是农委会负责，学校是教育部负责，居家是环保署负责，你们来做协调，可以吗？我可能要跟委员做一个说明，我举一个例子。你不用举例子，因为我还有两个问题，我只问你，你愿不愿意扛起这个责任来，陈老师？我很乐意扛起我该负的责任。好，谢谢你。那我们进下一个议题。谢谢你乐意扛起责任。孔雀园，昨天我整个早上在南投，就是我们南投县政府要把公园绿地，过去四五十年的孔雀园是不收门票的，孔雀开屏，风度翩翩，但是他现在要 BOT 50年6000万，50年才6000万、而且他就在日月谈判呢。那这件事情呢，很多人觉得说可能是财政部的问题，因为他必须，或者是这个交通部的问题，日月潭国家风景管理处，甚至于是原民会的问题，因为要符合原基法，这些事情南投县政府都没做。可是难道跟农委会都没有关系吗？我告诉你，跟农委会也有关系。你先看一下齁，因为我要来说我们的南投县政府说啊，盖个饭店可以增加观光客，错。如果你办路跑，你做这个观光设施可能可以增加观光客，可是你盖饭店，就是这些一个饭店一个晚上10000块，都是高价的消费。这个新闻不止台湾的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报道，我给你们看，连中央电视台中国的人，他们也用了国际新闻来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农委会不是没关系。当然，我刚刚讲的观光可能跟交通部观光局有关系，可是跟农委会的关系在哪里？我告诉你，南投县政府提早把孔雀移送到新竹去。
可是他移送的过程当中，新竹的记者去看他们移送的地方，发现这个园区的鸟舍还在施工，根本没有安法，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安顿这些孔雀。再看一个，这是唯一一只还留在孔雀园的孔雀，它的眼睛受伤，它放在那里有没有给它吃，有没有照顾它？动保，再下一张，农委会的动保不是只看猫只看狗，欸，你们应该要针对这个议题也要去做介入调查，啊，而且它其实就在这个山坡地，然后同时水土保持这件事情，拜托你们扛起责任来。好，接下来我要讲菜霸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我大概在11年的时候，您刚刚讲您是念农经，我是念农推啦，我们大概都在做农业研究的。那时候我们就很谨慎的来看所有的这种菜价的流通的这个过程。当然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构性的调整，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结构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去阻挠菜霸。什么叫菜霸？我不讲菜虫，我讲菜霸，因为他们必须被掌握设备储存，而且是大量的设备储存，他们也有大量的资金可以周转，他们也会跟国外进口商来勾结，他们同时会介入批发市场。所以荣获你刚刚在回答黄伟哲委员，你百般的强调说你们有办法，你们要换董事，我告诉你，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都出了问题，所以你要面对这个事情。什么叫做结构出了问题？我时间的关系了，我就直接看全台湾有哪一些厂商有大量的冷藏储存设备，农委会难道不知道吗？农粮署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从来不去查起？我跟委员说明哦，农委会、农粮署绝对知道所有的四大类蔬菜、大宗蔬菜、叶菜跟根茎类、瓜果类的每一样蔬菜的主要的这些供货源。我也跟委员说明，我们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后来所谓的公平会没办法查到，是因为公平会的相关规定非常困难。但就农委会，不要把责任推到公平会啦。我没有要把责任，我要讲农委会守护的责任。按照农产品交易法里面，只要操纵价格，农委会就可以依照相关办法来执行。对，没有错。即使是今天，果菜批发市场，你农委会就算他是台北市政府管的，你也可以要求农委会把他们的政风人员、把他们的市调处人员去驻扎在那里，不要让他们有拍卖的炒作的空间啊。针对要查，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查进口的部分，进口的任何的进口成本绝对不会因为所谓的国内的台风而有所影响。对啊，进口成本里面，我们已经有把所有的进口贸易商的资料跟他每一个产品的进口价格跟进口数量全部拿出来，接着就是把贸易商里面他卖到超市还是卖到批发市场，我们去看他之间的中间的价差。这个不是公布的问题，是有没有所谓 的问题，这就是会形成有没有操纵价格。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很多的贸易商他可能报的进口价格可能是偏低的。那这个偏低的时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不是在回避关税，另外一种是不是真的很低的价格。他们不管是不是偏低啦，他们回避关税，但是他们到炒作的价格。 我简单的来讲，我觉得我要针对这个部分，是一个是进口的部分要去查，另外一个国内的，我坦白跟委员说明，如果因为台风来造成所谓的国内生产量减少的时候，台北批发市场只要价格一高，隔天的产地价格绝对会是立刻高。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关键。我们不应该查产地价格，我们是要查大宗蔬菜批发价格。对，我们要查大宗蔬菜里面的那一些操纵。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查批发价格，100吨的供应商去看他有没有囤积，这个才能找得到所谓有没有。可是我要跟你讲，为什么要查批发价格？我可以坦诚的跟你讲，事实上他们囤货的方式就是，举例啦，我进了200吨好了，可是我拿200吨，我拿2吨到果菜批发市场，我把价格飙高，飙高一次，飙高两次，我再把我手上掌握的100多公吨全部丢出去啊，这就是他的炒作啊。另外，针对台风天，我也可以来好，我也可以针对这个对不起，针对台风天的时候，我也可以在那个长啊30块、40块的时阵，温温啊买啊，等到伊600的时阵，我就倒出去啊。你爱想看卖哦，等时啊长啊飙到300的时阵，恁家边啊的菜市啊，你搁买得到长啊？
那显然就是背后有人在运作嘛。这件事情呢，我知道我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我也可以审慎的跟你讲，我觉得最起码有几件事情你们要做到，一个是储存设备跟资金周转的能力，这个你们都有资料，但是你们没有公布。再来就是掌握资讯的能力，这些人掌握资讯的能力不是看电脑的，他们早就已经有他们从供货端到销售端的拍卖价格。另外就是你要去查气囤积，囤积不是一天两天，囤积要看它的果菜类的类别，如果是金果类，甚至你可以囤到半年。然后你们要查去所有的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第一批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们比较熟的业界董事的菜，这件事情人尽皆知，你们大家可以去查。我必须要讲，如果我们没有做全面性的调整的话，再下一张，我们没办法来改善这个问题啦。我知道我时间已经到了，我简单讲，明天我会继续咨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维持稳定供应来解决异常的现象。同时您刚刚讲，你们知道谁在仓储，谁在进口，这些资讯应该全部透明，而不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你刚刚有讲高丽菜已经太高了，那么种苗管制还有产地分级，你们现在就应该做。那当然如果种的东西要输出口，这是更好的事情。同接下来是最重要也是最严肃的事情，果菜批发市场，民国七十几年新建，它的量，它的这个操作的模式，其实并没有电脑化，只是拍卖价格输入电脑而已。你的整个的空间以及整个的这个操作的拍卖形态，还有讯息，都应该要重新盘整。在这个重新盘整的时候，果菜批发市场要迁建，现在的一四二四还有三重，还有在四变头正在新建中的，你们要找到地方建，不要说要是旧市场重建啊，旧市场大可以，全部改变，或者是将来干社会住宅也不错啊，因为他们都在市中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明天继续咨询，谢谢。好，谢谢蔡委员，谢谢副主委，接下来请徐又明委员。有请副主委哈，还请副主委。第一页哈。副主委你好，委员好，徐委员好，副主委辛苦了，我想今天大家都会关心菜价问题，因为标题今天又说又破了五十块，台风已经离开那么久，那我想这问题其实连院长十月二十七号召集农委会主委曹启宏、副主委陈其仲，你也有去嘛？是，法务部跟公平会，显然这问题严重到院长都要出来讲话了，都要出来处理了。那院长是说要一个月的期限，要全面建立全国各地蔬果价格全每天的价量变化等资讯。副主委，你也是专业啊，这是问题的核心吗？资讯让大家知道菜价的变化，这是问题的核心吗？其实院长的意思就是刚刚蔡培委员所讲的，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四大类蔬菜，大宗蔬菜，大宗蔬菜就是指高丽菜跟结球白菜，叶菜类就是像我们的空心菜跟青江菜。我们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这四大类蔬菜里面的产销资讯完全的做整合。这个整合完之后，包括要做事前的预防跟事后的因应。我们副主委，这个非常重要。我是说，这个资讯都是你们应该要去掌握的。那现在可能没有哈，比如说下一页，你说最重要的是这个进口蔬菜基础统计资料。这过去农委会都没有吗？农委会都没有掌握它吗？跟委员报告，你那时候还说啊，没办法，农委会没办法直接进口蔬菜。好，那时候谈北农问题的时候，北农问题我们之后再谈。我就说这些资讯你们都没有，还是说啊，这次用说啊，我们缺乏这资讯来解决这次问题？我们有的资讯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开主管汇报的时候，都会针对国内跟进口的所有的价格做分析。但是重要的是要每一天的可能的进口商的每一个产品，所以这个你们没有，我们没有做到每一天的，没有，所以这个才会导致每一天的所谓的成交量跟价格的变化。跟委员报告，像昨天的，国内的高丽菜竟然快每公斤五十块，上个礼拜才41块平均，可是一块也多啊，对不对？对，所以上涨了8块，进口的部分竟然也上涨，就是因为我们昨天的量只剩70吨，进口没有让进口的高丽菜下跌，哦，高丽菜我要再谈。所以我们讲十一月要崩盘啊，现在已经涨到50块，然后你又说两个月以后，不到两个月，一个月以后要崩盘，那就是因为农民看到现在的菜价高涨，已经在大量种植，所以我们才要思考一个。副主委，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建立这资料库没问题，好，
我们这边很多学者，大家都觉得这资料库很好用，可以做研究。可是从民众的角度，从农委会角度，问题正在资料库吗？你看这个表哈，这个蓝色的图哈是今年的菜价，同时期黄色图是去年的菜价哦，平均菜价。你可以看到，每次一个台风来，哦，你看蓝色这个就会超过黄色，因为台风会有影响嘛。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菜价，今年的菜价会低于去年的。好，那可能去年有台风，我不管。可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那个时间很长哎，蓝色大于黄色那个时间有点长。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你台风之后菜价的这个高涨不是立刻可以压抑下来的啊，你会有个时间差在这边。这个根本不需要准备你讲那个资料库，你只要看去年资料跟今年资料比较就看得出来。跟委员要特别说明，这次特别不一样。我可以跟委员。我知道特别不一样，因为所以把你弄出来就是说，台风九月底已经走了。本来理论上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你看它应该蓝色的线都比黄色的线还高。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次我举例来讲，我们的瓜果类，瓜果类就是像我们的那个丝瓜、茄子。那大黄瓜这一些，因为我们的这一些瓜果类在之前寒害受影响，再加上这次的台风，瓜果类的复根的期间比叶菜类可能三个礼拜就出来。这个我等一下谈复根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导致我们的瓜果类价格一直。你讲的都是啊这些啊这个农产品特色哈、哦、它的一个特性所产生这个市场上的那个问题，可是我感觉啊，这会不会有人在政治上弄你们啊？会不会因为你同时在处理北农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太奇怪了。九月二十八结束，一直到现在，今天我们还在讲菜价破五十块，这里面有没有人为操作？除了我们前面讲菜霸这个问题之外，有没有政治在操作？特别给你农委会、给行政院难看。我想委员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的资讯都来自台北果菜批发市场的当天的成交量啊，农委会没有自己的资讯吗？那有，那我不是，我现在回答你的是说，为什么还是高区这个五十块？除了我刚讲的所谓的国内的供应量之外，因为受台风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台北国在批发市场里面，它的每一个产品的拍卖的方式是怎么来进行的？那拍卖的方式里面，它有一个从所谓的底价的开始竞标的方式，那底价的设定当然就是所谓的拍卖员在一开始，所以我们当然也同步要针对，不只是所谓的气候因素，我们要针对所谓的整个制度面、产销通路面去检讨。所以农委会的意思是说，副主委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们的资讯完全都受制于北农，是不是？应该。好，所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是负责台北批发市场，这我所有的这些资讯全部都受制于他们，你们没有自己的资讯。哦，不对，我们有全国所有的批发市场每天的成交价量的资讯，但是这是当天的成交价量。我觉得比较要掌握的是事前要掌握我们的生产的这个状况，这个才是有办法去做因。如果我跟你讲，好，我觉得副主委，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处理哈，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前面那条线后来差距这么大。好，是不是有政治操作在那里？好，不只是因为台风的因素，是不是因为同时有这些职位的争夺里面故意弄这些东西让你们难看？可是我觉得地方有在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他们要复耕，可是他们需要拿到补助以后啊，这个补助的时期哈，这个是新闻啦，哈，要长达三个礼拜哈，许多农民还等不到县府到场勘查啊，这个是要县市政府报资料给你们吗？跟委员报告这个程序哈，这个绝对要中央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我以那个尼伯特台风为例，台东卑南乡八天就拿到现金救助。我家自己住屏东，尼伯特台风七月到上个月，还有好几个乡镇拿不到现金救助，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十天的申报期间，完之后有三十天的勘查。可是因为在申报的过程里面，如果资讯跟那个不一样，你现在讲到重点了。我绝对是要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对，三十天的勘查，啊，我如果十天申报，三十天勘查，我四十天以后再复耕，我讲最极端的状况了。啊，我现在就现我的市场上面，我真的可预期一两个月内都不会有菜来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擔心說，那你这个三十天的勘查可不可以把它缩短？这三十天勘查是一定要配合县市政府吗？跟
农委会这边不能做要求吗？我们很乐意来检讨，但以梅基台风这次为例，它影响的范围实在太大了。乡镇公所的所有的人员真的是疲于奔命，所以三十天有时候还怕他们做不完，所以我们才会说。所以副主委，这个你也专家，你也了解。本来政府的美意啊，我要给你补助，给你补偿。对，重塑、重建、重关，结果我们有很多的部分里面，结果你反而让他复耕的时间往后延，因为他要你确认以后，他才敢复耕嘛。是，有没有办法简化？比如说三十天。第二个，有没有可能让地方农民就自己拍照存证，寄去给这个地方政府，或是这个乡镇市区公所？然后乡镇市区公所是不是可以用抽查的方式来处理？我当然知道这有可能有弊端啊，我们只是在讲说，不要让政府的制度啊变成另外一个。我前面一个是说政治的理由，会不会是因为政治的理由？第二个，不要因为你制度的理由，让他们复耕的时间怎样往后延？对，非常同意，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像整个的那个勘灾，是不是更有科学化的方式来进行？能不能把时间缩短，对不对？有效的。我们委员可不可以让我们跟地方政府来共同检讨这样的一个机制？因为中央，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的预备金就可以先拨到地方政府，只要地方政府哪一个乡镇，我们不用到县，哪一个乡镇完成的程序，他现金就可以进去了。副主委两个啦，第一个是。他如果觉得你勘察完毕、勘灾完毕、勘察完毕，其实他还没等到你的钱，他就可以先复耕，所以钱下来时间搞不好不是重点。哦，当然没问题，没问题，对不对？对，可以。只要完成，那现在比较不确定的是说啊，我现在复耕了，等一下你说你要来抽查，发现哎，你地都整好了，是，我觉得这会是问题啊。对，委员的建议很好，只要个别农户里面完成所谓的勘灾整个申报程序完成的，其实他就可以直接去复耕，只是说现金的补助，我们是以乡镇为单位。我觉得哈，勘察那个时间一个三十天真的太长，你三十天你再加前面申报十天，四十天你就是让他的时间往后延哈。好，我们跟地方政府来检讨，好不好？把时间缩短啦。好，副主委，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哈。农委会的既定政策是不是这个方向？日本核灾农产品要解禁销台。哦，谢谢委员问这个问题哈，我这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就不是用行政院农委会副主委的身份，而是用食安汇报的副执行长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站在农委会的角度，我们绝对是保护台湾的农业；但是站在整个食品安全的角度，针对日本食品所谓的管制措施，不是所谓的开放与否，而是有没有针对高风险去做管制。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高风险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现在有感觉说，你们是不是其他？所以跟委员报告。核灾那个县市，那个区域会管制比较严，其他周边的你们是不是要放松？跟委员说明哈，举例来讲，日本本身国内它有14个县市，有些产品在国内不能上市，在日本，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做管制。嗯，我们目前没有，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做加强管制。辐射会对野生的动植物造成影响。所以你的意思说，日本有14项它不能上，可是在台湾是可以上。14个县市的某些的产品，14个县市的不能上，在台湾是可以上。基本上我们没有管制到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加强管制这个部分。另外的野生的，因为辐射会对野生的种植物有影响，我们也可以加强管制这个部分。至于其他的，跟委员说明，我们过去所有的检验92000多件，没有一件不合格，完全100%。那还有所有的国家对日本食品的一个管制，全世界只剩两个国家对福岛的稻米做管制，一个就是对岸，一个就是我们。嗯，其他的八大类产品也类似。不，副主任，你这样讲，第一个，过去检查都没有出现问题；第二个，各国都已经松绑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日本食品进来的，以42个周线。我是说，那个两个理由其实不充分呐、啊。我是觉得说，农委会如果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或是叫你讲的，让人家感觉有松绑的趋势，我觉得农委会要提一个更完整的专案报告。好，我个人认为哈，来经济委员会。要讲你们的配套措施是什么？好，就像你讲的、啊，日本内部还是有14个地方是管制的、啊。我觉得用国际上来做比较哈，你还是要了解到，因为我们的使用的这个频率跟密度，好，我们对日本产品的这个偏好，好，其实都会跟其他地方不同。好，我觉得这是农委会要去考量的。好，如果真的农委会是这个，或是你讲的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另外一个身份。我觉得你们还是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跟清楚的未来，好，检核是不是，甚至是不是到现场去？是，
这个配套措施绝对会再做。举例来讲，我们台日双方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就是一个同时确保双方的食品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的所有的日本食品的检验都是公开的，我们所谓的五个部会，卫福部、农委会、原能会、经济部、外交部去考察的所有的资讯一字不改都会是上网，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绝对会做到所有的资讯公开透明，让全民来监督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我们绝对是确保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担心的是哈，这个考量如果除了专业之外，会不会有其他政治的考量？好，跟那第二个会不会有其他啊？比如说开放台湾五项水果销日，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吗？好，跟我的意思说，专业还是要专业，食安还是我觉得台湾至少新政府价值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完全同意，我们绝对是以食品安全站在最前面，专业考量。至于台日本来就是各种经贸议题不断的在进行的，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是只针对食品安全的部分做把握。食安啦，我想食安才是最重要。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徐委员。接下来请陈明伟。主席，我们请副主委，请陈副。今天陈副辛苦了，现在杨次就。副主委，委员好。礼拜一，总统这个组的一个节奏协调会议，特别对于这个菜价飙涨这个问题，他讲了重话哦。哦，他等于是生气了哦。他特别要求我们农委会要彻底去检讨，要提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一个改革办法，那希望能够来改善长久以来的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听到了？有，有听到无？有，总统的啊，起码你免哪做？那委员报告吼，我针对不只是总统的三点的指示，包括院长在上礼拜四晚上，副院长、秘书长。我这边个讲，大家拢知。以所有的资讯要求的部分，农委会绝对要整个做完整的检讨。上一次我在这里问公平会啦，他说菜虫这个名词哈，这个很模糊啦。那你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什么叫菜虫？菜虫的定义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农委会没办法针对所谓的菜虫做定义，但我可以跟委员報告，你也没有办法，不是公平会也没有办法，还没。然后你们大幅的报道说你们在抓菜虫，不是，我不是针对所谓的菜虫去定義，因为这个不管在法令上，在所谓的学术上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有针对所谓的农产品交易的操纵价格，农委会绝对是有办法去定义它。我所谓的操纵价格跟委员报告，主委，咱大家内行人。上面有菜虫，很简单，这当然是世俗的，是媒体在定义这些这个垄断、哄抬市价的这些集团，或者是某个个人，都叫做菜虫嘛，没有错嘛。啊，所以起码这菜虫的名字出现以后，你都安大张旗鼓的去抓菜虫，没有错吧？抓久啊，抓过啊过啊呢？委员报告，以媒体台，抓到今天是什么？抓到今天，你看今天的爆竹菜价又飙五十块，我现在内心都好痛啊！啊，委员，可不可以让我用你告诉我一下啦，不要紧啦，不，你要接受我的批评啦，你不要急着这个答复啦。我坦白讲，我们要的是成绩啦。是，你看看啦，你今天的这个爆竹还登这么大啦，新政府到底你们在做什么啦？我看到你们那个农粮署的那个署长、副署长都跑到哪里去了？赵伟对起的，都神隐了。副署长还讲那风凉话，说什么去年的洪灾啊，两个什么艾迪的洪灾跟杜鹃两个洪灾，跟金马的中间跟今年的洪灾比起来，我们的菜价比去年还要低，真的吗？讲这什么话？这是你农粮署的副署长讲的话。农粮署的署长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为了我们现在的所谓这个菜价飙涨的问题，好好的怎么样？来对小辉有些交代，有没有？没有呢，我看没有呢。这两个要搁底下咧坐咧
做什么野心啊？农粮署的这个维持啊，菜价平稳的观念啊，几个这叫你要稳当，你难道你们都没有回去检讨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且今天中午他们要把完整的报告送到我这一边，我这边修改完再给主委做最后指示之后，我们就会送给院长跟总统。那跟委员报告，农粮署是我督导的，我们每天都在针对物价的部分。那所以今天面对所谓的报纸报道的50元，我可能要特别说明的是，它是一个平均的价格，它主要上涨就是因为我们的国产的高丽菜超过每公斤48块，之前上个礼拜其实才41块。那国产的高丽菜为什么会上涨？潘水只是按供来行善，无就是无啦。啊，今麦减的时阵来到泥地价无，所以我们只好靠进口。那进口的部分里面，昨天就是因为只释出70吨，才让它的价格涨到20几块。好啦，我问你啦，啊，好啦，你讲高丽菜啦吼，一斤49块贵啦吼，48块贵啦。你这样咧讲的意思，批发价是安尼。啊，不，我问你啦，产地价多少？产地价多少啦？产地价看那微软报告，看是伫迄个西雷迄个果菜批发市场，还是在产地价农民卖出去的价钱啦，啊？我要简单跟你讲，就讲我的农民都无赚，无即马看到菜给咧飙涨啦，我农民的增收入都无增加。那微软报告没有增加，农委会就是因为看伫农民的角度。问题就在这里呀，啊。那你今天我们除了说对消费者要交代。对农民也要交代啊！是啊，就是因为要对农民，问题是我农民没有增加收益啊。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要对农民交代，你们整个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也发生问题啊！该进口你唔进口，我跟你讲，起码我讲一个，你若像我种高丽菜，就要硬进口几吨啊？你敢知啊？我农委会家己进口也超过4000公吨以上啊！农委会家己。啊，生意人进偌济啊？你知影无？生意人就不止。啊，即马若阁继续阁进货啊？你甲我讲，继续阁进货啊？所以，再继续再进货怎么样啦？所以，委员报告真正足感谢你的指导，坦率讲的，阮规个因应措施拢爱检讨，即农委会责无旁贷，而且是我督导。我唔相信讲这种代志，但是你身为农委会这官员，难道都不知道没有掌握吗？也没有这个因应的机制吗？然后变成今天安尼应付这种代志？应付干的手忙脚乱，啊！你们农委会的主委、副主委对外讲话，竟然让新政府背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这谁要负责任？委员是我负责任啊，我负责任，因为我督导的农粮署是我如果做不好就下台啊，就这样而已啊，很简单，啊，我就是我负责任。那个跟委员报告，你今天的菜价已经，我自己是到今天为止被社会。对我们的新政府的指责有多严重，你知道吧？是，所以我要承担啊，因为 我是觉得我自己念这个，我们要好好回去，好好家里人呢吼，沈书记，我们绝对会检讨。我绝对会检讨。让人家觉得好像哈，啊，似乎哈，啊，什么民进党政府上来以后，北农的农产一家公司的人数都搞不定，搞不定不是你农委会搞不定啊。那变成是我们在搞人事，我们的菜价，我们的民生问题，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去承担。人家是在搞政治呢，你是在搞政策呢，你要很清楚呢，你是要对人民要负责的呢。是啊，政治是归政治，因要去升人事政治，你奈何咪做些切割，不要搞这个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对未来的整个菜价的维稳，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啊，不是吗？同意 同意，委员，绝对是。农粮署，你们怎么对外在讲？你们现在有什么新的一个策略没有？委员报告，我们就是要站在一个平衡点。我如果今天再大量进口来稳定物价，那我们对台湾的农民怎么交代？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立刻下跌太快。卖光要抓菜虫，抓到红树了，是不是？哦，当然。黄河坡，所以大家嘛知，一年才一季，对不？啊，这啊啊。啊啊，生产以后当然要储存，你早起也得讲量。所以微管讲的不也不也，你知道吗？这嘛无人安尼。OP 的部分，我爱检讨，绝对农委会自己会来检讨。我是觉得，我不认为您农委会会笨到这种程度啦，会没有常识到这种程度啦。什么叫菜虫？谁在囤积？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啊？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抓在那里给人家看笑话，这是什么政府？
所以各位，干嘛讲？你们这个真的要好好的做一个检讨嘛？哪有是这样子？检讨啊，绝对，而且是农民的，不是讲我农民，我有赚到钱，对？结果安内钱消费端老百姓底下的话，你骂，那我不知道。但公开讲，讲你们到现在为止抓蔡总抓一个多月了，委婉，你要我解抓的变成是笑话，安连篇。你要我解说明的机会，就是讲，底国菜批发市场均价这么高的时候，它会传递到产地价格，所以按农民今嘛有菜卖介绍，他们讲拢是较好。所以站在农委的角度，我当然是先照顾农民。在这个照顾农民的过程里面，才要去做所谓的稳定物价的这个工作啦。所以我觉得，但是在稳定物价的这个工作里面，有很多该检讨。举例来讲，公平会跟所谓的消保处，甚至法务部，他们要去查所谓的菜价，绝对是农委会要提供相关的资讯给他们，或者他们怎么会查得到？所以唐多玉馆讲，主要的蔬菜哪些大宗的供应商有没有囤积的相关的资讯，就是我们要来提供的。进口的贸易商里面进来的成本，如果长期偏低，但是没有因台风因素而影响它的成本，结果在货端的市场卖的比较高的，那这个我们当然就会依照所谓的农产品交易法，所以不过我要操纵价格来再提醒你一句话了哈、哦，现在是菜价在飙涨，所以你们要赶紧去评议这个菜价，没有错吧？是。但是如果说以这种现在这种状况，立功请功菜给了哈，请功。安尼高丽菜，恁家己都进四千外吨，然后迄个生意人，我看唔知进偌济啊啦吼。我想你手边应该有资料。都有，我们有所有的进口贸易商的资料。谈起来，唔能到时，咱下先哦，咱菜农开始咧出菜啊吼，已经嘛吼，归去啊，嘛是佫来进呢，无谈无要紧啊呢。让你哦，把菜价又打趴，啊，让你又把菜价又打趴，我是要特别要提醒你哦。在整体的一个这个调节的一个机制，你们要建立好啊！这不要，这个也是总统跟院长交代的。我们平议在这，我们各甲菜给拍者，各做啊吼，安尼好菜农各无去谈啊，是讲因为恁安尼是喏，整个这个机制发生问题哦，这个你们责任就要谁负？需要你们负哦。是啊，然后农粮署要负责任的哦。啊、所以我们才要寻求那个价格的一个平衡。我想要处理菜价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很重要，透明的一个资讯，没有错吧？同意。到现在透明的资讯谁在提供？我们配合行政院院长指示，配合唐凤政委，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透过开放政府的方式 ，open data 方式，直接提供给所有关心这个菜价的社会大众。透明的这个资讯的一个这个。这个处理方式哈，就是开放式哈，你们都还没有做得很适当。同意，我是觉得透明的资讯，还有有效的一个调整哈，是跨部会的一个整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呐。但是我看起来哈，到今晚为止，这个跨部会的整合都还是有问题的啊。你们现在说所谓的这个联合什么稽查小组啊，这个公平会、农委会减掉啊。都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包括消保会都参与了这一次的一个抓菜虫的活动，到现在为止，抓无半个，抓无半个就对啦。所以玉文，这就是阮农委会提供。抓无半个，我感觉讲到底，我无认为讲菜价会飙涨，没有人为的因素，一定有的嘛。啊，觉得这个今天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供需的问题嘛，没有错吧？你承认这一点嘛？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吧？如果说是供需也没有那么长嘛，对不对？马伯龙菜给其他顾委跟委员报告，有些就是供需，瓜果类就是供需，因为瓜果类就是没有国内的产量，就是受了七八成的影响，所以那个价格一直压不下来。而且瓜果类，你讲安尼菜龟啦，安尼一个茄子，拢进口无同替代。啊，无咱卖哦，咱卖安尼一个，该当讲吼是供需问题的，就是供需，你要跟社会讲。如果这是人为操作的，是几项？我是觉得我们要把问题厘清，你要把问题，你要赶紧跟社会交代。今天我是执政党，我不是在野党，我今天不是在苛求你，我是在要求你好好的要面对台湾人民菜价的问题，是每天会发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好好做处理，就这都不是咱政府应该爱有的责任啦，尤其农粮署的署长跟副署长，唔通讲，不要去讲一些风凉话啊！
应该要面对人民的哦，咱就是应该爱去承担。好，伊就讲，去年平均年继续要加缩，啊，够要加缩，你完全唔知人民的疾苦嘛，对不对？所以委员同意啊，我无做好，我绝对家己会检讨。好，去。陈委员，谢谢陈副主委。接下来有请邱志伟委员发言。邱委员，好，谢主席。先让陈副主委休息一下哈。哎，现在请经济部杨次长，请杨次长，还有渔业署，署长。渔业署副署长，陈副署长，对不起，那个王定芳，王副署长，市长，那个您是水利专家了哈，那这个南部的水患当然过去很严重，那因为有了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局部大概都改善了一些过去易淹水地区了哈，我算过哈，真侪所在卡扎龙引水经验中哈。经过几次的流域综合治理计划之后啊，慢慢有些改善，但是还没有全部都处理好。那我们发现这个滞洪池的功能啊，非常的好。好，比如说电波 K 哈，电保区 A、B 滞洪池盖完之后，它蓄洪量大大改善这个冈山啊、紫关地区淹水情形哈。今嘛。第一区滞洪池，我大家认为有这个需要，因为靠近桥头那个区域，这次淹水是比较严重啊。我也请总统也亲自去看过第一区滞洪池。啊，现在第一滞洪池主要在土地的费用，很多都是台梁地。我觉得这个您是水利专家，你也是曾经当过水利署署长啊，是不是可以去协调台糖，看怎么样让这个土地价格？能够让市政府可以负担，让中央可以负担啊。这部分地区滞洪池的新建呢这个杨市长，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是非常谢谢邱委员。我想地区滞洪池的新建，在当时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认为它有它的需要性。那现在面临到的问题是，台糖土地的价格、征收的价格。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是。那目前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带回去再检讨一下，因为台糖不，毕竟它还是国营事业，它还有它的管理的机制。是。那它是如果是这个个案来处理它的征收价格，恐怕在法令上面它是不是内部的法令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呢？对，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而不是说对价格因素做调整，而是让它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处理？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做。这个是不是可以麻烦杨次长啊，召集台糖啊？开一个专案会议，如何解决这个滞洪区所需的土地的问题？好，如何让这个滞洪池能够解决土地问题之后，能够尽速新建？啊，这部分如果第一区盖好之后，大概那个冈山桥头、紫关地区的淹水大概全部都可以解决100%了哈。所以这部分再拜托次长。那另外我家位滞洪池、吴家位滞洪池哈，阿尼玛应该了解了哈。是。那个地方在冈山的东区啊，这次淹水也蛮严重的哈，所以这就我告诉滞洪池也有它的需求，也有它的需要性。我也看过好几次啊，您对吴家伟滞洪池的进度的看法？我想这个案子已经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高雄市政府本身跟水利署彼此之间对这个案子也非常的重视。我想这两个案子我都带回去，用专案的方式再来跟水利署谈一下。如果这跟台糖一起谈一下。对，那五甲尾滞洪池也跟台糖土地有关系，所以我看过好几次，开过好几次现刊会议啊。那台糖也说，如果可以分期的话，他们愿意去朝向分期规划了哈。所以接本文爱五经济部高层去做一个决策会议啊，把这土地问题改管。然后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之后，我想他要开辟就比较难度就比较低一点了。啊，拜托苏长各协调，好，这我带回去处理。协调水利署啊，各协调迄个台糖公司，嘿，对，台糖公司哈。好啊，我请教一下副署长，那个新达港啊，那个前几天媒体说是全国最严重的文资管了哈，最就是说花了70亿啊，那现在变成文资管，变成空港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请教署长，就是说
这个是长期以来的问题，二三十年了，逐渐累积的投资到70亿，但是从县市合并之后，就在陈局市长任内，对新达港中央没有再挹注其他的投资嘛？是，好，那你70亿就是县市合并之前在高雄县时代的投资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县市合并之后，高雄市政府啊，陈局市长非常用心，怎么样去把这个新达港能够活化转型呢？哈，那你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可是依然是原地踏步啊。那你对新达港未来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或者规划的副案？这个报告委员哈，这个新达港目前哈，我们有跟高雄市政府在协商啊，高雄市政府也在积极在规划，在进一步的第二阶段的招商行为。所以这部你要去全盘了解哈，我看你这样好像不是很了解哈。所以这部分之前因为你们要共同作为主办，所以一签就签两年了。好，现在主办的问题解决之后，那你们现办，因为这个对高雄市政府这 BOT 方案你们又有意见哈，所以这部分我拜托这个副署长，你应该请署长出来跟市政府协调，怎么样由中央跟地方合作来解决这个新达港的问题。好，让新达港能够再活化，带动地方这个经济的发展。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陈署长上接任以后，有跟高雄市海洋局局长有最近有沟通过，原则上还是北休闲南渔业的方向来做推动。对啊，你这个方案我很清楚，但你要去执行啊。是，好，那执行的进度太慢了。另外，这次这两次的风灾啊，对渔会啊也一些灾损哈，对渔民有一些损失哈。所以你最起码副署长，你要跟紫观啊、弥陀啦、紫观、弥陀、永安啊，还有新达港区渔会四个渔会啊，你们要去座谈哈、去了解一下渔会这次灾损的情况啊，是不是中央可以协助？借伯文外拜的副署长哈、尽快去跟四个这个地区渔会去做一些讨论哈、好不好？请你下乡一下了哈。好，谢谢委员。好，请教一下那个陈吉仲陈副主来，请陈副。这个副主任，台风是年年都有了哈，啊，为什么这次蔡家问题到院长的层次，到总统层次，都要的一个蔡家，竟然是由国家元首出来这个召集会议来处理这些问题？为什么今年的状况那么严重？我觉得你们处理的状况，当陈明忠委员还有几个委员都对你们处理的状况非常的不满意嘛，哈。那是不是现在的所有的政策工具里面，你们对于进口农产品的这个进口的机制啊，你没有任何政策工具可以专案进口吗？这个是原因之一，但不止这个。所以跟委员报告，这次的菜价应该是持续上涨所造成的问题。本来台风完以后两三个礼拜涨到最高以后就会回稳。跟制度面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因为是人谋不臧，不是，或你们这个办事不利，没有把这个菜价控制好，是制度面的问题，还是你们执行面的问题呢？都有，包括整个气候因素所造成，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因应的机制的制度面，所以总共有两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跟委员先说明气候因素，因为今年年初的寒害，让我们的根茎类本来冷冻库存的那些根茎类，像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洋葱、我们的红萝卜都释出去了，导致这次的三个台风完之后，九月底完还连续下了。所以归纳你的说法，就是制度面有问题啊，人为的因素也有，然后人为因素是不？你说的是贸易商的问题吗？其实应该我应该是在讲是整个制度面的问题会比较重要，是说我们的一个整个因应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建立的非常好。举例来讲，三个台风，尤其是第三个，前面两个这比较没问题。第三个，农委会不是今天才成立，不是上个月才成立，农委会一直以来都有面对这个风灾或者天然灾害所造成的农损。所以跟委员这评议，我评议菜价的机制都会有嘛？我们有把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做对照，所以才会觉得说，针对这样的一个持续物价的上涨里面，
以前本来就有这个因应机制，但是这一次是比较严峻。您的说法我综合起来就是说，你们在做平抑菜价的过程中，因为有贸易商的干扰，你们在拿捏，让你们拿捏啊，很有问题的、啊。那你们在实行政策的时候，又有贸易商在里面，是这个问题吗？我可能要跟委员说明是说，我们要把贸易商跟农民团体区分，因为农民团体有时候他本身也会扮演专案进口，这个是我们农委会透过我们十大个。那你提到说，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他有那个他的董事里面有贸易商代表。哦，那个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哈，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看的媒体报道的一个物价都是来自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也就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在营运。那里面举例来讲，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它本身就是要扮演所谓的可能的专案进口。当你遇到台风快来的时候，它这个就要启动。那你的启动进来之后，然后透过它给所谓，但是我觉得你的说法是说，这个因为有这个董事里面有贸易商的代表，所以造成你们在执行政策工具的时候，造成受到很大的掣肘了哈。这个就是我们检讨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才会在没办法所谓的跟市政府合作，那针对台北市果菜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经营权的部分里面，你们针对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我听说你要用台肥的子公司去转型这个农开公司，跟委员报，我们有一个就是台肥子公司，那就是所谓的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它本来就是农开公司嘛，对对。哦、那你成立这个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哦，当然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出去，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它有短期专短期的专案进口。如果说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在短期没办法，所以这个建立起来之后，这个菜价问题就会受到控制，是吧？哦，就贸易上的问题就不会受到干扰。我能控制的就是所有的那些进口的替代作物。我举例来讲，能控制的就是两种：大宗蔬菜，就是高丽菜跟节球白菜，这个可以透过进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根茎类的红萝卜、洋葱，这些是可以透过进口的方式来替代。但是跟委员报告，叶菜类绝对没办法透过任何进口，因为叶菜类本身，所以要这个面对这些问题要多管齐下了哈。是，那我觉得当然要给你们一点时间，把这些机制重新再补强哈。那另外你们的这个销这个所谓产销的资料库跟这个即时的资讯系统哈，也不够，也不建制的不够好。完全同意。所以对于这个所有各类蔬菜的市场的需求的变化啦，还有那个灾损情形，你们没办法及时掌握嘛。对，这个也是院长要求我们。所以你们 在下药方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嘛？你没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产销资讯系统完全建立。那什么时候可以建立起来？院长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那总统要求我们更短，所以我们会在尽快的时间内完成。好努力，好努力，谢谢。好，委员谢谢。好，谢谢邱委员，谢谢副主委。接下来请苏振清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请问一下副主委，副主委你喝茶了没？喝了，来上台吧。副主委，副主委，哎，委员好。从早上好像都是你的那个备询的重心哈。刚才私底下我们委员大家都在聊啦，我们来聊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做事情呢、啊？得到的答案是说，从你接任上任到现在，委员大家都对你的评价很高啦。但是你刚才在回答委员的时候，我是觉得哈，你肩膀有担待没有错啦，哈。但是有时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硬把责任都揽在你的身上啦。因为我要给你一个建议是说，我也要请我们农委会的同仁大家很用心的来听一下，刚才邱委员有讲到的。农委会今天不是第一天才成立，包含苏家全院长，他也当过农委会主委，是。所以农委会这整个大机器，我要讲的是，农委会它的基本还有它的核心工作是要照顾农民，让我们的百姓在农产品使用不产生一个恐慌嘛。对。所以接二连三的这一阵子以来，你消费者大众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菜价的问题，大家为什么一直在骂农委会？骂农委会的是说，我们都知道菜价它涨有它的原因嘛。那这个既然有原因出来，农委会的责任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原因找出来，然后让人民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替人民做事嘛。这熊基不能嘛。你今天基本上不做事没关系，不要还讲风凉话。被谁熊没当接受的是安呢？人讲的做家老官红，嫌家老烂啦。
恁有在做啦。但是我一挂官员，伊心里想伊无安尼想啊，所以连农粮署副署长所讲的话，所以才会受外界一片打法嘛，对不对？所以我讲的要跟我们农委会所有的官员讲，重要的是心态问题。今天我们当民意代表的，我们在这边，我们听到外面反映的声音，我们在这边，其实我要讲，我们也很想跟大家好好，就像聊天一样啊。那不是大家都很好吗？但是重点是我们怎么跟你们聊天，怎么来称赞你们？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呢。我们的责任是监督，你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实际的把一些效能、一些功能把它做出来。但是现在百姓感受不到啊，副主委是被审，起码感受不到的是这样、啊。好，今天的报纸菜价又飙破50块啊！你们说要盘点，那这怎么盘点？这象征的意味是什么？你跟我讲，现在又飙破50块，这象征的意味是什么？是有台风又要来了？没有啊。那这种属于叶菜类的，它复耕很快啊，对不对？那种北北做西人啊，那现在为什么又飙破50块？当然做西人爱好赚，这基本的，不做西人那种怎样做艰苦的？但是银根今天探路掉，产地价现在多少？诸位你知道吗？那微管报告，台北批发市场的价格，如果均价50，传递到产地价格，绝对会比平常更高。所以这个时阵，我们农委会才会说，要站在一个平衡点，不是说立刻把整个物价立刻透过各种。当然，我要讲的是说，你给农民当然做事来趁钱嘛，所以呢，我们讲菜金菜土嘛，对不？有拄到俗甲无人买，一粒高丽菜有拄到一粒5块、10块嘛在卖。现在有拄到一粒一粒高丽菜，一粒一200块，嘛是在卖，那个落差大。那但是在消费者的心理上，他也曾经买过5块的、10块的，然后现在又变成有100块、200块的，他说啊，那怎么落差这么大？对不？基本的民生消费，你要让百姓感觉到安稳，这个就是农委会的责任嘛，对不？好、哦，好，所以未来大家都一直要求很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未来要怎么做？不外乎是什么？透明的资讯嘛，有效的调解，跨部会的整合，忙干啊，恁在做呢，阿个找袂出方法。那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不要有把一些事只往你身上担？我嘛知影你主担任这個，其实我私底下拢跟你通过做者电话，我嘛一直跟你问过做者问题。所以从在这边被巡台里面，我真的也要称赞你，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谢谢。但是你负责任以外，你要想办法要把整个部会带动起来啊。是，不是干那？你做到底下做到穷苦，啊，人下面的底下咧风凉话，甚至不做事没关系，还甚至在这边扯后腿。跟委员报告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农粮署是我们礼拜一就整个在做整个检讨。其实农粮署的同仁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我们每天都要给我相关的整个物件。那既然说整个都认真，既然整个都说负责，那为什么都做不出好的成绩，让人民去期待啦？委员，我叫一分钟说明。报纸说我们均价破50，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我们的高丽菜。高丽菜里面的国产的高丽菜，它每公斤破50块，我们的进口的高丽菜破30块。本来这两个其实我们如果稳定下来，均价就绝对不会超过50。如果委员去看我们的叶菜类，你可以看我们的硬菜、青江菜，其实它都已经回到媒体特地报道单一项目了、啊。不是，它是一个平均的价格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的叶菜类。跟所谓的根茎类比较 OK， 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的瓜果类跟瓜果类，因为我是要跟你讲这样了哈，就是说今天人民百姓因为民生物资对他们太重要，跟他们息息相关。农委会的立场除了要照顾农民的基本收入，爱减少，你也希望爱因减少袂好嘛。对不对？那一方面又希望消费大众他能买到一些所谓的合理的均价，这个平衡点真的不容易。但是外公老公真的要有心去处理这点，我是要勉励我们所有的农委会的我们所有的从业同仁，真的要有心呐、啊。真的哪无心做无工贵。那刚才有讲过了，你没有心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最起码你不要讲那些五四三的风凉话，那反而会让你们的努力付诸于流水，这一点我要特别要求副主委，你要好好的去要求我们的农委会的所有的行政官员，真的要将心比心。好，好，那谢谢委员。我要再继续问你一下，我一直为什么要刚才一直重复讲这些？行政院长下去看灾的时候，你也在现场要求的从宽、从速、从简，对不对？对。那从宽
宽的认定就会有图利之嫌呐、啊。那图利人民不是罪啦，我要讲实在话啦，那不然你什么叫做宽列，对不对？好，那从宽从速，速的部分就是希望能够行政效率加快嘛，那从简就是简化程序嘛。我记得林权院长跟你下去屏东查勘查的时候，我当场就跟院长还跟你讲，我说主委，我说副主委，你们到时候看所谓的从宽从速从简真的那么简单吗？好，屏东接二连三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你也知道，是竟然有两个乡镇整个的补助款，真的整个的所谓的这个灾害补偿的灾损的补助是整个乡退回的，是到现在人民呢，在到现在乡镇里面的乡亲都还在跟我讲，委员怎么办？他们没有领到，为什么？让委洪泰较近，当然不是你们的责任，但是真的有到关心，乡公所报给县政府，县政府把它整个乡退回去。开玩笑，今天不是一个个人的个案，是整个乡的个案。我问你说为什么？当初我还以为是农委会没有拨钱，结果不是，因为这两个乡镇没有到农委会来。但是之前我要跟你讲的，之前人家别的县市都拨了，我们屏东县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个背省卡点了，来你问我，我跟你讲，你才累。好，我讲这个重点就是说，整个的环环相扣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要去重视。那你刚才我刚才讲的从宽从速从简，六月份的洪灾，我那天主委我问他，我说主委，屏东科技大学的赖吉恒，对不对？屏东科技大学他有农业试验的中心，他是实际从事农作，我问他说要不要补助，他马说实际认知应该要。好，从宽从速从简，六月份的洪灾到现在，我的助理到今天早上又去问。今天是11月几号？11月2号，对不对？是。答案是什么？不好意思，教育部问屏东科技大学的文还没有回来。今天从六月份到现在，6月29号我们开始到现在11月多了，这个案件还没有处理。这个就是所谓的他的有实际的特定目的地的使用。我们会跟农粮署讲说，主动去跟询问科技部跟屏东科大。如果这个符合这个，副主委，你是我讲的呀，多久了嘛？是，从我上次咨询9月19号，9月份咨询，到今嘛，啊，到今嘛3个月、3、4个月啊，这个案件还没有定案。主委嘛，跟我讲，委婉，这个一定要给他们要给他们灾害补偿，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又文来又文往，你们要问教育部。教育部要问科技大学，科技大学要回答教育部，再回你们。这个叫做宽，这个叫做速，这个叫做简。副主委，真的是被谁无奈呢？我们一个从事实际认定，一个是屏东科技大学阿边的一挂实验的这个农地，一挂地伊的地方是无唔对，是学校用地，但伊确实是种荔枝，伊嘛是公开标租给人的哦，咱嘛是用成本来经营的哦，大家都无想要抢到红单。结果，主委，我再一次跟你讲的就，副主委，我要讲的是说，到现在你们上次回答我的问题，到现在还是零跟和，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只有一个答案给我，什么答案？委员，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有收到教育部回给我们的公文，教育部还没有回给我们的公文，你们在等吗？那个，你们再继续等嘛，要等多久？委员报告，我要求农粮署立刻去找教育部，跟屏科大直接讨论完之后，如果确定，我们就直接现金。是啊，有的救助就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跨部会的整合嘛。委员报告，我们一个礼拜以内把所有的这件事情好一个礼拜要求完成，是啊，一个礼拜协调出来。那我就看看怎么样。总之一句话，副主委，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是整体的行动，整体的付出。当然，我拢知影大家在辛苦。但是这个农委会，你们身兼的任务是要让农民的收益能提高，也要希望说未来的物价你们是要平稳的，这个是真的很难去达到。但是有者有用心的者，人得感受会到，然后找出对的方法，好不好？好，好，好，一个礼拜后，副主委是好，那我下次再看哦哈。好，我上次问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哦，一个礼拜，好，那我就等看看哈。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苏委员，谢谢副主委，接下来请管碧玲委员。
主委喝口水哈。好，我们请副主委陈副主委。请陈副。来，副主委哈，其实本席对今天这个新闻特别重视的是陈姓农民所说的话。作为一个农民，他对于菜价，他不会站在自己自私自利的立场说，哎，当遇到台风的时候，我们台风菜价刚好可以赚一笔，不会。好，他事实上对于菜价的稳定很关心。那他特别指出来说，台风前夕预期心理的涨价没有出来信心喊话安定人心，台风后没有积极大量释出进口冷冻蔬菜，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是不是你们平常应该要做的，而这几次的台风没有做好？总共四次台风，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事前我们绝对会该有的那个预期心理降低这种预期心理的方式，我们大概都有来执行。有吗？但是事后的预期心理导致菜价上涨合不合理？台风前夕两天，当天跟前一天，或者是前两天，是不是农民看到了气象报告，他们会加快采收，供应量反而增加的时候，当市场的供应量增加的时候，配合预期心理相抵冲的时候，菜价该涨吗？该涨那么多吗？跟委员报告，就我们过去受的台风来的前两天，因为预期心理那一天会涨，反而是涨了晚的隔天，就是台风来的前一天，价格会下跌。那第二天的价格会下跌，就是这样才正常，对不对？那这四次有没有这样？这一次是台风来之前也是这样，但是台风来之后，在连续两个礼拜的好雨，没有。我现在还是在讲预期心理，因为从那里才可以看出说到底你们有没有做好事情。来，你看一下，本席把四次台风来的当天、前一天或者是前两天，我给他做了一个统计，四次台风哈。以莫兰蒂台风来讲，你看看，9月12号晚上11:30台风才来，才登陆，可是呢，11号的菜价涨5.5%，好在12号休市。所以没有继续再涨，可是呢，13号呢就亏七，又涨了14.4%。这个预期心理，我们就说5.5%好了。这一次的台风预期心理涨价是5.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次马勒卡，马勒卡9月15号来，然后呢，9月14号就是降的。好，9月14号是降的，它符合供需，因为大家大量采收嘛，所以市场上供应量充足嘛，所以它是这样的。可是马上呢，第二天就8.4%涨幅。这个时候其实供应量还没有紧缩啦，只是预期心理而已啦。所以这一次前两天我们加加减减说它是4.9%，5.5%跟4.9%的预期心理涨价，你们觉得合不合理？这两次台风，怎样叫做合理？跟以你们的经验，委员报告，可能常任文官才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预期心理的涨价应该是几%才合理？有没有看法？有没有看法？预期心理的部分，我们没办法去没办法推测它合不合理了。那你们的经验就是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确定说台风后好，因为我们台风期间就会有灾害的，因为连农民都说你们台风前就应该要站出来。你看哦，来副主委，后面的两次显示你们真的是麻痹。我们在9月份的台风，两次台风的时候，预期心理一次5.5%，一次4.9%。可是后面呢，越来越高，预期心理的涨幅越来越高啦。你们根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台风来临前预期心理应该要处理的问题。你看看我们的。每季台风来的时候，预期心理第一天就4.7%，再加5.4%，等于两天就涨了10.1%。然后接下来艾莉台风10月份初10月5号来的这一次，第一天就涨了11.1%，然后再追加1%，预期心理两天12.1%。副主委，四次台风，前两次我们觉得还稳定，预期心理大概5%左右，可是后两次你看看，所以。
所以跟委员说明，那是因为台风的侵袭路径而导致的预期心理有所差异。因为前面两个台风它没有经过我们主要的蔬菜的生产区，那时候的预测的路径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那后面尤其是梅基台风的这个部分，那你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当然没错，就您讲的，绝对是要到。我告诉你哦，我们的逻辑还是台风还没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扫到哦。对，是还没有影响。然后供应量是增加哦，供应量是增加。你看看它的供应量，增加多少？交易量是增加的哦。是，你看交易量是增加的哦。这个所谓的当然叫做价量齐扬，啊，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需求带动的会更比所谓的。所以你们从预期心理的时候，该做的事情就要好好做啦。我要问的是说，那你下一次在预期心理的时候，你们的行动会不会有成果？会不会？所以跟委员报告，院长跟总统就要求我们整个因应的这样的一个台风的，你有没有信心啦？告诉我啦。我们当然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一个，大概今年我们希望不要再有台风了啦。所以你们其实有非常长的时间可以做好这件事情了。是，跟我们现在是事后的先见之明来检验。我们要求你们下一次的因应措施要提前到台风来临前夕的预期心理，好不好？好，不止台风，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未来的气象预报是寒流来的时候，那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接下来也是另外一波，所以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灾害形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来，那台风过后。我们从艾莉台风过后，你来看一下这个主要市场所提供的平均蔬菜价格哈。今天的新闻就是11月1号51.9，11月2号50.6嘛，变成今天的新闻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看它的波动，到10月9号的时候50的 range 50到54，好，然后呢10月份21号开始就降到40几块。降到47、48、46，然后突然之间11月1号、2号突然又升高，那你告诉我们升高的原因是什么？你今天一直讲的，其实就是大宗蔬菜的高丽菜所造成的影响。那高丽菜为什么会这样？台北国菜批发市场青黄不接，是不是？是，就是国内的高丽菜没有出来，国内没有出来，你们事先能不能预期？哦。大盘都知道什么时候，每天大盘都知道，那你们就没有办法比大盘能够掌握的资讯更清楚吗？委员报告，农委会可以预期，所以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高利贷，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们进口的调节，谁在跟这些所谓的菜霸，或者是菜虫也好，或者是菜霸也好，或者是国内的产销的资讯的统合也好，你们几乎是每天要坐在电脑的前面，每天要在电话的前面掌控所有的事情，就好像赌博一样，跟他们在对赌。对赌，哎，谁负责这件事？跟委员报告，农粮署这边，你的整个的调节出了问题吗？他有一个三人机制在讨论这个。三人是哪三人？那昨天来哪三人？我昨天。哪三人？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是我督导业务，所以昨天没关系。哪三人嘛？你说的三人机制是哪三人？没有，是我们礼拜一在讨论的时候，那农粮署署长是有署长，还有谁？哦，不是署长，就是副署长主秘跟我们的一个组长。组那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昨天看到台北国菜的突然之间又升高，因为进口的价格，对不起，进口的价格，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蔬菜，尤其是瓜果类，现在都还是靠进口调节嘛。跟委员报告，瓜果类几乎很难透过进口来替代，因为我们的丝瓜跟进口丝瓜。所以你现在主要进口是哪一些类别？就是大宗蔬菜，就是大宗蔬菜，就是高丽菜跟我们的节球白菜，所以高丽菜会青黄不接，就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价格的波动。但是我们的进口。我坦白讲，我们要检讨我们的进口的高丽菜。我要问的就是你们能不能从这一次去检讨得出来啦？我一方面我又要照顾农民的权益，我一方面又要对消费者有所交代的时候，我的整个调节措施又必须要让它稳定，不要出现这种起伏，然后来造成政府背负这么大的人民的压力，跟我们所有国会议员对你们的指控。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经过了这一次，到底下一次你们的能力是不是在这里可以给我们做保证？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大宗蔬菜跟我们的根茎类
绝对要做到所谓的稳定物价的功能，如果没有做到，绝对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跟尾巴叶菜类就没办法透过进口，因为叶菜类就短期，是我们的瓜果类也没办法，因为消费者的习性，比如说我们的茄子跟进口的茄子，我们的丝瓜的菜龟，国内跟国外差异很大，所以瓜果类跟我们的叶菜类的部分，可能或许会因为所谓的气候或是灾害影响，而会影响到供给量，影响到价格。这个部分里面可能会透过其他方式来替代。但是大宗蔬菜跟我们的根茎类，我们绝对要做好这个稳定物价功能。是在你们的调节，但是没有办法用进口替代的部分保障农民的权益，对不对？好，那我就是要问，下一次寒害来临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保证你们会做好了？坦白讲，我们现在才是要开始因应寒害，以及可能的后续的可能产销失调，包括高丽菜的部分，还没有很有把握嘛，对不对？我们在检讨整个。那这一次整个菜价回归到稳定跟合理，你们的时间表是什么？你们的预期算得出来吗？跟委员报告，掌握得出来吗？我可不可以分节奏调整得出来吗？对，是我可不可以分四大项？叶菜类其实已经完全回稳。因为我们的供应量全部出来的，你今天在这里讲了不止一次，叶菜类完全回稳，所以叶菜类可以。这句话消费者会检验你们。对，包括所有的空心菜、青江菜这些叶菜类，各位的所有甚至媒体记者都可以到市场上去看，循环都已经它的一个都已经上轨道了。对，瓜果类可能还要再一个多月，因为瓜果类瓜果类还有一个月，对，到十二月，那到十二月大宗蔬菜瓜果类到十二月大宗蔬菜，我觉得。我们的高丽菜的部分应该可以在也是在十一月下旬，大概就会陆续出来。一个月哦，但是一个月之后，但是在一个半月以后，我又担心是另外一个不是产销失调，因为我们有286公顷的高丽菜，所以价格会崩跌。是因为我们只要平均是180公顷的面积。那你现在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你可以预期一个月后你怎么准备？所以我们要外销。外销，对，我们昨天已经有跟特定的国家厂商。最近进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一国？我们的进口的蔬菜从越南、印尼这些韩国都有进，是本席有接收到提醒。我坦白跟委员报告，就是有时候在专案进口为了稳定物价的时候，可能在进口把关加强农业残留的检验，要不要同时进行？是这个，我们本来就会持续在做。农委会的是做所谓防检疫，卫福部的边境措施是做农药残留安全的一个检验的把关。这个会告诉你项目，马上去处理食安的问题，好不好？好，是。所以，当你在进口大宗蔬菜调节我们的蔬菜价格的时候，同时要兼顾食安。是，谢谢委员建议。我们其实刚刚苏正清委员讲的几个委员综合的考评，我还是要再重复一次。我们共同认为陈吉仲委员是现有政府体系里面政务官最勇于认识、最认真做事，而且承担了很多事实上不是你身上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只做该做的事而已。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事情多做要多对。是我们对你的肯定之外，我们对你的成绩、对你的成果，以及对你勇于认识之间的肯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好，好，是加油，好，好，谢谢，谢谢管委，谢谢副主委。接下来我们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姚恩智委员，姚恩智委员，姚恩智委员不在。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陈国破委员，陈国破委员，陈国破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郑云鹏委员，郑云鹏委员，郑云鹏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不在。陈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不在。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不在。
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不在。蔡议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马文君委员不在。何兴全委员不在。陈乃素美委员不在。严宽宏委员不在。高金素美委员不在。周成秀小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高露以用委员不在。那么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之外，其余皆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未及询答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与本会全体委员。那我们现在询答结束，等一下开始处理这个提案。处理提案之前，休息五分钟整理提案。要不要宣读？对，要不要先宣读？对啊，阿娟先。好，那先休息五分钟。
我们继续开会。今天的讨论事项刚刚都已经询答结束，开始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条，请逐条宣读主案处理。行政会议记录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发了哈，那请后面再补充，那个现场委员没有那个条文，赶快给委员补充一下。行政院函请审查著作权法第九十八条条文。第九十八条，犯第九十一条第三项及九十一条之一第三项之罪，其共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论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得没收之。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针对宣读的条文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通过，因为只是配合刑法修正的文字修正而已。好，接下来下一个案。商标法，行政院函请审议商标法第九十八条，侵害商标权证明标章权或团体商标权之物品或文书，不论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委员徐国勇等十七人提案，第九十八条，侵害商标权证明标章权或团体商标权之物品或文书，不论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委员苏正清等十七人提案，第九十八条，侵害商标权证明标章权或团体商标权之物品或文书，不论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三位，包括这是行政院的提案，包括这个徐国勇委员的提案，包括苏正清委员提案，三位三个提案其实文字内容都一模一样，那我们就先以行政院提案作为宣读嘛，哈。宣读完了，那我请问大家对于这个提案的商标法的这个修正，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没有就通过。啊，司法院有意见，请司法院提出。请问您是？来，等下上台，好，谢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这边是委员的，好，谢谢。司法院这边是对于行政院这个提案的110。请问您是司法院的？司法院行政98条。哦，98条哦。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要对那个还没行，那等下我们处理完了再处理下一条，你再上来。不好意思，那几条？九十八条照案通过哈。那请问下一条，下个条是商标法第行政院提案第111条，本法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法修正条文自中华民国105年7月1日施行。宣读完毕。现在。那我们要维持现行法条文吗？好，因为现在已经过了105年7月1号了，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行政院的修正文字把它删除掉，那我们就不予修正。那请问叫欧阳法官这样可以啊？好，这样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111条这个就维持现行条文，行政院的修正文字不予通过。好，继续请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第60条条文，第69条，未依本法取得矿业权施至采矿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金。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职务犯前项之罪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亦科以前项之罚金。宣读完毕。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对于矿业法第69条的这个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好，不是，对了，对了，这个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照修正意见通过哈。来，继续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能源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第20条之一，未经许可而经营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能源产品之输入、输出、生产、销售业务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就照案通过，请继续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观光碟管理法条例第15条，第15条违反第4条第1项规定，未经许可从事
预录式光碟之制造者应令其停工，限期于十五日内申请许可，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未停工或借其未申请许可者，应再次令其停工，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款。再不遵从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未申报从事空白光碟之制造者，应限期于30日内申报，并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借其未申报者，应按次处罚，至完成申报为止。专供制造第一项预录式光碟之制造机具及其成品、半成品，不问属于行为人与否，均得没入之。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修正的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来司法院欧阳法官。好，这边是司法院对于那个15条的部分。那等一下17条的部分，其实也是类似的意见哈，就是说这15条跟17条啊，它是对于违规的行为哈，是先给行政罚，然后如果再不遵从的话，可能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呢，会给予刑罚的部分。那但是它那个没入的，就是第三项的部分呢，在行政罚的时候。就是可能前第一次违规的时候呢，对于那些机具啊，是不论属于行为人与否，都一律没入哈。那可是等到后面哈，一犯再犯哈，那到后面到刑罚的时候呢，反而是用刑罚的规定哈，是如果这个机具呢不是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的话，要无正当理由提供或者是取得才没收。那我们所以法官，你的意思是说头重脚轻啊？对，对于初犯反而比较重，是是对于累犯的反而比较轻。对，会不会有这样情形？请那个主管机关。那请问各位委员或是行政机关的代表，这样我们现在讨论矿业法嘛？光碟制裁局，来局长蔡共。确实哈，如果从这个刑法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好像那个行政法会稍微重于那个刑法的部分。不过因为我们，他这边是得没入了，我们这边当时这个地方是得没入哈，就是说制造机具的部分，因为它的那个价值原则上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得没入是给法官有一个裁量权，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法官是有裁量的空间。来，请欧阳法官。你这样子，行政机关认为是给法官裁量权，法官认为说你这个头重脚轻，我反而不好裁量，那怎么办？没入刚开始这个前面的部分，应该是行政机关这边会先做决定是否没入。那他如果决定没入的话，法官只是去审查有没有违法。那除非是裁量，这因为法律上就赋予行政机关这个没入权，其实除非说是在那个裁量上实在是太滥用情形，否则的话法院不见得会认为它是违法的。但是说条文本身看起来就是轻重失衡的这样情形。那但我们尊重看主管机关怎么样。因为这一次哈，纯粹就是因为配合那个刑法。对了，我知道。可是这样刑法经过这样一修的话，你变成初犯的话，你可以不管他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没入。对民众来讲，都是机具不见了嘛。但是如果说累犯的话，只有这个所有人才没收。那使用那如果不是这个使用人的话，那法院就这个东西我们要保留吗？你们意见？因为其实这次真的我们只有去处理那个刑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把没收把它删除，我们其实没有去探究这个行政法的这一块，只是说这么一拿掉以后好像实际执行起来会不会对比一下，实际执行其实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目前案子非常的少，因为目前的光碟案子因为现在都比较跑到网络，其实光碟案子非常的少，是云端的啦。对对，其实是这种案子非常少，可不修又毛毛的啊，所以要修啊所以哎呀，好了，那我们先照案通过好不好，法官？我们先照案通过。好，到时候你在审案的时候，你就斟酌一下吧。好，那我们先照案通过哈，就照案的通过，不是先照案通过，就照案通过哈。
那请问，那接下来还有没有？第十七条，来第十七条，请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光碟管理法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令其停工，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未申请核发来源识别码而制造预录式光碟者；二、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制造预录式光碟未压印标示来源识别码或为虚伪不实标示者；三、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将来源识别码交由他人使用于预录式光碟之印压标示者，经依前项规定命令停工或处罚锾后，另有前项所列情形之一者，应再命其停工，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锾；再不遵从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金。前两项查获之预录式光碟成品、半成品，不问属于行为人与否，均没入之。事业因过失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且其人提出权利人授权证明文件者，减轻本罚至1/3；违反第二项规定，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主管机关应废止其制造许可。宣读完毕。请问各委员对于这个提案修正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来，请继续。行政院函请农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47条之一，农会之选举有效的情形为行为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九万元以下罚金。一、有选举权之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不行使其权利权或为一定之行使；二、对于有选举权之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选举权或为一定之行使；三、对于候选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四、候选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农会法这样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案通过。来，请，这是法务部的代表，来简作，请发言。主席，那就是针对这个47条之一的部分，因为就是对照47条之二，他这边是总干事的选举，然后因为总干事这边贿选的部分，他对于没收部分这边做了一个有别于刑法的特别规定的。那可是针对47条就是农会代表的部分是没有做这样子的规定的。那因为这个就是说可能在处理上可能会有不一致的情形的。那另外就是说因为考量就是说犯罪侦查上，因为如果说针对那个贿选的那个财务的部分，如果说检察官今天执行搜索，在现场发现有现金，那可是因为那个可能行为人他辩称说是这个不是他的钱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是检察官在当场就要去判断说这个钱是不是有刑法38条第二项所谓就是说那个第三人所有，然后他是无正当理由取得或提供的情形。那这个在现场就是说检察官可能没有办法现场马上去判断，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就是说农会代表选举这个茶会的侦查作为了。那所以就建议说在47条之一的部分，可能比照这个47条之二部分一样增订那个有别于刑法的特别规定，就是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这样子的特别规定了。简作这个 concern 是对的，不过农委会你那个法规会赶快出来说明一下，因为执法机关就是对于说资金的这个认定是不是行为人所有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我们当然是愿意让这个行政的，就是说让司法在执法的时候他裁量比较好。那您的农委会的看法？这是原本早就讨论过了，怎么现在还在这里讨论的？那退回去算了。好，他说明完我们就做处理哈。是主席各位委员，我想这是属于刑事特别法的规定，那实务运作部分的一个现况，我们是刚刚检察官才跟我们做一个提醒。那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说，为什么农会的选举跟农会总干事的聘任两个条文如果违法的话，它的评价是相同的，为什么在没收制度上面的设计是不一样，我们是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那刚刚检察官跟我们建议说这个两个条文做一样的处理，我们基本上思考的方式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意思是说，如果不修正的话，就
是是两个条文，也就是说没收的制度四十七条之一这第二项不要删除，而是修正成跟四十七条之二的第二项是一样的。不是现在有提案吗？是，只是做文字的。现在没有提案的话，只是做。好，那这什么时候送的？什么时候送的？狼不是我台啊！是什么送的？行政院什么时候送的？9月26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担当一点，把这个部分。如果这在座各位委员觉得可以，法务部的这个建议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就现场把它修一修，避免说农委行政院行政院再去修再去弄，弄了半天又半年过了，明年下一次的农会选举搞不好来不及。好，来各位委员，那个我们要不要这个先保留哈，请你们把那个文字把它提一提，来农委会那跟法务部的简作，那把那文字弄一弄，文字修一修，那我们等一会儿马上处理。那我们先这个案子先保留，还有后边还有没有？来，包主席，农会跟议会的处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是是。那另外，对啊，所以我们文字要改过、啊。是是是。那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条文增加第二项的话，那在最后一条四十七条之四的部分，四十七条之四本来是配合第一条的删除，而少掉了在第二行的部分少掉第一项，可能要回归这个地方也要一并来检讨，好，一并处理。是是，谢谢主席。好，谢谢。那我们先这个农委法的这个修正先暂时保留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农委法第四十七条之二，农会聘任总干事至办理理事候选人登记之日起，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90,000元以下罚金：一、理事或理事候选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聘任或不聘任；二、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为聘任或不聘任；三、对于遴选合格之总干事候聘人员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接受聘任；四、遴选合格之总干事候聘人员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放弃接受聘任，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两项之罪者，其共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我补正一下程序，刚刚我们先保留是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一以及农会法四十七条之四。好，那么那我们现在先处理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二，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二，行政院的版本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案通过。好，那接下来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三，请宣读。47条之3，以强暴、胁迫或其他方法、非法方法妨碍他人选举或使他人放弃竞选或妨碍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碍总干事之登记、遴选或聘任者一同，前两项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三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那我们接下来请宣读农会法四十七条之四。农会法四十七条之四，候选人犯第四十七条之一或前条第一项之罪者，废止其候选人资格，以当选者其当选为无效。遴选合格之总干事候聘人犯第四十七条之二第一项或前条第二项之罪者，废止其候聘资格，以聘任者废止其聘任。曾犯第四十七条之一、第四十七条之二第一项或第四十七条之三之罪者，不得为农会选举之候选人或总干事候聘人员。前三项有第四十六条之一、第二项但书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那么刚刚
农委会您法规会哈提过了，如果是四十七条之一要修正的话，那么四十七条之四就不用再修正，是吧？好，那么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四十七条之四要不要修正？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四十七条之四就不予修正。好，我们就农委法四十七条之四不予修正。接下来，渔会法。行政院函请审议渔会法部分条文第五十条之一，渔会之选举权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九万元以下罚金：一、有选举权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不行使其选举权或为一定之行使；二、对于有选举权之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选举权或为一定之行使；三、对于候选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四、候选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予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行政院函请啊？对啊，我知道。那是要依照行政院。那如果渔会法比照农会渔会法五十条之一，要比照农会法四十七条之一的部分再修改的话，那请提案。那我们渔会法五十条之一的审议先保留一下。好，五十条之二，请宣读。五十条之二，渔会聘任总干事至办理理事候选人登记之日起，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九万元以下罚金：一、理事或理事候选人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为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聘任或不聘任；二、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为聘任或不聘任；三、对于遴选合格之总干事候聘人员要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为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接受聘任；四、遴选合格之总干事候聘人员要求契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放弃接受聘任。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两项之罪者，其共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好，五十条之二，我们是不是要照案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案通过。那继续。五十条之三，以强迫、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碍他人竞选或使他人放弃竞选或妨碍他人自由行使竞选选举权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下罚金。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碍总干事之登记、遴选或聘任者一同，犯前两项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五十条渔会法五十条之三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案通过。那我们先暂时不通过，好，先暂时保留，因为现场人数不足，好。这叫程序正义。好，现场人数不足，我们现在先继续宣读五十条之四。五十条之四，候选人犯第五十条之一或前条第一项之罪者，废止其候选人资格，以当选者其当选为无效。遴选合格之董干事候聘人犯第五十条之二第一项或前条第二项之罪者，废止其候聘资格，以聘任者废止其聘任。曾犯第五十条之一、第五十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五十条之三之罪者，不得为渔会选举之候选人或总干事候聘人员。前三项有第四十几条之一、第二项但书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好，我们先还稍后再做处理，等现场人数足够再做处理确认。那么接下来，水土啊，森林法五十一条，行政院函请审议森林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一条，
于他人森林或林地内擅自垦殖或占用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情形致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至1/2，因而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之罪，与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1/2。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致酿成灾害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未遂犯罚之，犯本条之罪者，其共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先不予处理哈，先保留。接下来52条，请宣读。森林法第52条，犯第50条第一项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赃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金。一、与保安林犯之；二、依器官之委托或其他契约有保护森林义务之人犯之；三、于行使林产采取权时犯之；四、结伙2人以上或雇使他人犯之；五、以赃物为原料制造木炭、松节油或其他物品或培植菇类；六、为搬运赃物使用新口传播车辆或有搬运造材之设备；七、掘采毁坏、烧毁或隐蔽耕株以图坠机之湮灭；八、以赃物燃料使用于矿物之采取精致石灰、砖瓦或其他物品之制造。前项未遂犯罚之。第一项森林主产物为贵重木者，加重其刑至1/2，并科赃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金。前项贵重木种之树种，经只具高经济或生态价值，并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树种，犯本条之罪者，其共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第50条，及本条所立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于侦查中供述或该案案情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证，因而使检察官得以追诉该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经检察官事先同意者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减轻或免除其刑。宣读完毕。我们还是先保留一下哈，接下来继续宣读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34条。行政院函请审议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4条，条文第34条，违反第10条规定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情形致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至1/2，因而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万元以下罚金。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致酿成灾害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未遂犯罚之。犯本条之罪者，其垦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器具，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好，我们先暂时保留，接下来请宣读三部，宣读32条，是吧？水土保持法32条。行政院函请审议水土保持法第32条。第32条，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国公林有区或他人私有林地内，未经同意擅自垦殖、占用或从事第8条第一项、第2款至第5款之开发、经营或使用自身水土流失或浑水水土保持之处理与维护设施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但得其情节轻微，鲜可怜恕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前项情形致酿成灾害者，加重其刑1/2，因而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万元以下罚金。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致酿成灾害，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项未遂犯罚之。犯本条之罪者，其垦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器具，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
我们现场法已足法定人数了哈，赶快去处理。那个水土那个农会法四七条之一，我们就修正意见依照来。那我宣阿伯要。主席宣读哈，就是47条之一后面加一句话：犯前项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问属于犯罪行人、犯罪行为人与否，均没收之。没有均，没收之。我要考你、啊，没收之。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样的修正，农会法47条之一这样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照修正条文通过。那针对渔会法这个50条之一，最后新增加一段文字：犯前项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没有均。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渔会法50条之一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修正条文通过。接下来，请问各位委员对渔会法50条之三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修正意见通过，刚刚已经宣读过了。请问大家对各位委员对农会法50条之四，行政所提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因为我们要刚刚提过，我们是要主张就不予修正。好，不予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50条之四就不予修正，渔会法50条之四不予修正。接下来还有那个森林法51条。51条已经条文宣读过了，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修正行政所提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条文通过。第52条，刚刚已经宣读过了，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森林法52条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修正条文通过。接下来我们处理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4条，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修正条文通过。接下来我们处理水土保持法第32条修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水土保持法32条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我们要处理临时提案了。好，那请讨论事项所列议程，不是，可以审查完竣啊。讨论事项所列议程均审查完竣，你去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不需要，那我们就不交党团，均不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会推派代表来这个说明，有本席啦哈。那这个代表就是我这样子哈。然后本次会议审查通过之条文，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然后议程处理完毕，还没有处理完毕。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个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志宏祠对于易淹水地区的防洪发挥很好的效果。高雄市宝典溪 A、B 区志宏祠辟建完成后，有效减少水患及淹水情形。然而，宝典溪第一志宏祠的辟建将会有效解决冈山紫关桥头等区的水患，请经济部协调水利署台塘公司就第一志宏祠辟建的土地需求、预算编列以及执行共同其成，于一个月之内专案报告于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黄伟哲、管碧林等委员。第二案：今年夏天莫兰蒂台风梅基台风重创南台湾，对高雄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而各区渔会已将
各区议会包括紫关区议会、永安区议会、弥陀区议会、新达港区议会所属的渔民都受到严重影响，请农委会渔业署于两周内至上列市区渔会举行座谈，了解渔民渔会的灾损情形，并全力协助及补助各区渔会的灾损，并于一个月之内提出书面报告于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黄伟哲、管碧林等委员。第三案，全球暖化已是全球必须面对的课题，其所造成的极端气候是无可避免。近年来侵台的台风强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台风强暴雨也越来越频繁，平地区淹水难以避免，山区原住民部落面对的豪雨及土石流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极端气候不但冲击农业与农民生计，也使得住在海岸边山坡上的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原住民部落首当其冲。最近几次台风造成台东延平乡红叶部落跟大武乡爱国埔部落发生大规模土石灾情，极端气候所带来的伤害超乎想象。为了避免事后救灾疲于奔命，不如事前防范做准备，原此要求行政院农委会应召集其他部会进行全台原住民安全部落检测，并划分风险区域图，使极端气候可能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让原住民部落不至于孤立无援。提案人廖国栋、黄伟哲、管碧林等委员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临时提案第一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第二案，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临时提案第二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第三案，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临时提案第三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有，可你不委员啊？来，水保局，请说明。第三案部分倒数第一、第三行哈、要求行政院农委会这个应怎么样这个部分哦。已经获得召集委那个提案人廖委员的同意哈，在应的后面加几个字，配合原住民委员会，然后再召集其他部会，加个配合原住民委员会，是配合就对了哈，应配合原住民委员会召集，对，原民会，对，原住民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没有，好，行政院原住民组没有行政院，只有直接原住民委员会，好，没有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对，现在原民会的抬头没有加行政院的，是。要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应配合原住民族委员会召集其他部会，召集相关，就加这几个字。是。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提案的修改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那可以了，那我们照案通过。好，本议程处理完毕，休息，明日上午九时继续开会。现在人都还没走光，午宣告哈，那个詹立善委员有书面质询哈，把它列入记录，然后刊登公报。